说话通过直播的回放来收看一下。二一 ，Ready Go！ 这次要定住啊，我们要定住，定住 ，OK， 第一个，稍等，稍等，定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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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来第二个，第二个，我的天哪，这是没有滤镜、没有美颜的一个镜头，确定了，来第四，第四。我每一组照片大家都改点睛，不要笑好吗？第五，好，第六，没关系了，没关系了 ，OK， 来，不要拿到我的身边，我们。居然真的是米奇装啊！太低了，可以吗？头，好，麦都好了啊。这边没问题。好，我们开始啊。换一下，你这把那个不收音的换一下。看着，他左手不行，没有收音的，对。要收音的。好了，开始了。好的。OK， 开始。热巴今天的整体造型非常亮眼，很有活力，可以给我们安利一下你日常的搭配心得吗？日常的搭配的话，我觉得是平时自己会比较喜欢穿深色的，但是近几年也一直都在尝试一些比较亮色的衣服，这样可以让自己看起来更有活力。那个热巴回答问题看前面，不要看上面。谢谢。好，今年马上过年了，给大家介绍一下必备的年货单品吧。今年必备的，我觉得我身上的这件阿迪达斯 Neo 的新款的这一套和迪士尼合作，我觉得特别好看，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嘛，大家穿的喜气洋洋的，可能会多拿一些红包，所以我觉得比较安利这一款。
新年马上就要来了，今年你对有自己对有没有立下什么新年的目标？希望新的一年在专业上能够有更多学习，然后也希望可以尝试不一样的角色，还有就是可以勇敢的做自己。好，马上就要过年了，给你的粉丝送上一个怎么样的新年祝福呢？希望2020年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然后身体健康，平安幸福。那热巴可以说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很多时候都在办公室里没有开运动，所以带来这样一个运动品牌，希望你自己的这样的偶像的力量带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感觉？在办公室里的话，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有一些办公室的一些健身的，比如说像放松手腕的，因为我不知道是做什么工作啊，在办公室，所以应该也都是长期对着电脑，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做一些什么放松手腕的、脖子的这样的衣服，然后自己常备一双比较舒服的运动鞋吧，因为平时可能一些白领或者经理、蓝领之类都会穿高跟鞋嘛，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自己备一双比较舒服的鞋子和一个舒服的裤子或者是一件舒服的衣服，在办公室里坐着可以舒服一点，这样也会让自己身体放松一点，不会那么紧绷。好，谢谢大家，谢谢，不好意思，谢谢大家。小 K 其实可以搭一个牛仔裤，就阔腿的牛仔裤，然后穿一些运动鞋，就会适合去跟朋友吃饭。然后我现在这种呢，会比较适合像出席这种场合啊，然后比较重要的一些地方啊，这种。